没大错吧？你走路没声的呀？是你太专注了。你也饿了吗？要不要一起吃点？ 可以啊，那你在那边等一会儿吧，马上就好了。一起吧。 你觉得他们在找什么？许攸宁留下的会是什么？会不会是和许攸宁借的钱有关呢？可能吧。 今天陆阳来的时候，我偷偷录了视频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 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昨天半夜接到警方通知，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陆阳正在手术室，后脑勺受伤，一直昏迷不醒。医生说，颅内有出血，具体什么情况啊？ 还得继续观察。陆阳他为什么会去废车场？会不会是许攸宁的老婆说了什么？陆阳才去废车场？查到没有？什么人干的？没有任何线索。 邱总，别再胡思乱想，自己吓自己了。两件事，第一，陆阳那边要有人守着，防止他醒过来乱说话。第二，许攸宁他老婆那边，你亲自去一趟，摸一下他的底细，他到底了解多少。还有，他身边那个律师。 一定要查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来路。明白。夏新良，对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不认识。这人谁呀？起来了。 怎么起那么早？说起来，习惯了。你怎么那么快就？电饭煲里有粥，冰箱里还有点小菜，你可以拿出来吃。我已经吃过了。谁通知你的呀？是这样子的，那天约了个客户。这是你昨天偷录的。我和陆阳的谈话。让我一个人先去，我正开着车往。
记得什么？我能看一下吗？我记得我觉得可疑的地方，但我的字有点乱，你可能看不清楚。接到电视上一起看吧。那天啊，在公司碰到苏文姐，才知道她在检查小组，就聊了几句。哎，听她说，您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律师，还是许哥同学。是，是我们高中校友。那官司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还那样呗，等着法院开庭呢。苏文在警察基金检查，检查什么？苏儿跟我提过两句，说是例行审计，不过今天就要结束了，具体的我也没有多问。继续吧。嫂子，许哥真的借了那么多钱？对方证据确凿，看起来也不像假的。嗨，别提那些事了，想着我脑袋就疼。我最近可太倒霉了，不仅官司缠身，我家里还进贼了。进贼了？怎么不行啊？哎呀，妈知道，他不认咱就不义。听我的吧，我有战斗经验，快点走，咱还得去接你大姨和大姨夫呢，赶快。哦。走吧，快。说起来，你怎么那么快就到现场了？谁通知你的呀？是这样子的，那天约了个客户，本来是我跟许哥一块儿去，但许哥有事先走了，让我一个人先去。我正开着车往那儿走呢，在路上看到一辆车出事儿了，下来一看，竟然是许哥的车。出事那天，陆阳跟许由宁一起去见客户，许由宁说突然有事走了，有什么事儿他有跟你说吗？没有。那天早上起来之后他有什么异样吗？跟平时没什么两样。现场的情况你也有所了解，行车记录仪呢，有查看吗？这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，整个事件都很奇怪，许由宁的行车记录仪还有他的手机在车祸里都摔坏了，损坏得非常严重，都已经完全无法修复了。怎么会这么巧？车祸撞击得那么严重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那接下来的事情呢？陆阳到底在我家来找什么？昨天晚上车场出现的另外一个男人到底是什么人？这背后到底藏了什么事儿？就只是许由宁欠下的4000万债务吗？我突然觉得许由宁的死也并没有那么简单。你想说什么？许由宁的死
可能不是一场意外，或者说不是一场单纯的意外。你不知道，许由宁的车祸就很奇怪。后来，我去过事故现场试验了一下。你是去实验的还是去自杀的？警方怎么说？许佑宁的刹车有问题吗？警察说没有问题，但是我觉得……你不要觉得。事故发生以后，警察会仔细勘察现场，然后对事故进行鉴定。既然警方没有把案子归类为刑事案件，那就说明这只是一场意外。你不要再多想了。也不知道陆阳现在什么情况了，如果能去医院打探一下就好了，他肯定知道不少的事儿，就看他说不说了。绝对不可以。这个时候，医院必然是警方关注的重点。你无缘无故的去打探陆阳的情况，这不是等于自己把自己送上门让人检查吗？我知道，不会真去的。时间不早了，先去停车场看看吧，看能不能把车开回来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还是那句话，只要他不给钱，咱们就把这个视频给他放网上去，让他们身败名裂，听见了没有？对，就这么办。嗯。哎，妈，合适吗？要不咱先好好跟人说说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就跟这种不讲理的人能讲理吗？就得跟他这样。我就跟你说，你这孩子老实，少说话吧，你欺负成这样了。走走走。我先去换件衣服啊。好。敲门。使点劲儿。怎么了？猫眼被堵住了。怎么回事？啊！
就这么一段视频能说明什么？说明阮真真不守妇道，同人养汉，说不定你们两个人以前就在一起，一直把我儿子蒙在鼓里。你们要是觉得这段视频还不够的话，我们还有照片。什么照片？什么照片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？你在学校跟人家干了点啥？你都忘了，不记得了啊？刑法274条规定的是敲诈勒索罪，你们现在的行为就是敲诈。哎，我说小伙子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们是帮助要钱来的，啊，欠钱不还，反倒有理了是吧？对，甭跟他们说，他们也不懂。行了，今天你们就说吧，这个钱还还是不还？我还不着，我也跟你们说不着。还是打电话找警察吧，嫂子。找警察吗？不就是，来，还他，把电话还给他，来报警，找110，让警察来。我还正愁事儿闹得不大呢，让警察来，让街坊邻居们都听一听，到底是谁缺德，谁犯法。有钱养野男人，没钱还亲戚的钱啊！大家伙都出来看看。不，妈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不是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还想问你呢，这大清早就不见人，要不是看到你和阿刚的手机定位啊，我都想不到能到这儿来。不是，小玉，小玉，不是你，在这儿干嘛呢？还什么钱啊？你们阮真真，阮真真昧了阿刚的钱不还。老婆，我先送你回去吧，你身子沉，在这不方便。走。我不走。啊，不是。他什么时候昧了阿刚钱？什么钱啊？是之前你哥为了应急借了阿刚的钱。这孩子老实，一直瞒着，现在阮真真他不认了。这事跟你没关系啊，妈，我先送小玉回去，她身子不能动气。是是是，对对对，为了孩子，你也走走走走吧，你先回去。什么钱啊？好了，慢点。阮真真，今天不管怎么着，你得把钱给我拿出来。不行，走啊！走什么呀？走！不是，把话说清楚了再走。我问你啊，尤刚，表哥也从你这儿拿钱了是吗？是。拿了多少？100万。哎，老婆。就别再去添乱了，有妈他们在那儿呢，你先回家去啊，回家回家。回什么家呀？你也不能走，咱们得把这钱要回来了。这什么人呀，连自己人都坑。我这回旧账新账我要跟他一块儿算，老娘要是不弄死他，我就改姓儿。哎，小玉小玉，你不能去。孩子重要。100万，他真好意思呀，他。哎呀，多少钱也不如你和孩子重要啊！妈在那儿呢，这事儿你就别管了，妈肯定能给咱钱要回来。哎，表哥找你拿钱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怎么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？就之前的事儿。之前什么时候啊？哎，就以前。不对吧？你说表哥从你这儿拿了100万。啊，100万。你哪来的100万？钱哪来的呀？不是，都是咱自己的钱啊。
还有客户的货款。自己的钱？啊，我怎么记得咱自己的钱前几天才从理财出来啊？你怎么借给表哥的？啊，表哥人没了到今天都快俩月了，你怎么借给他的？咱们自己的钱也没多少，都是客户的货款。100万的货款啊？啊，你放屁，你一个卖二手手机的，谁给你100万的货款啊？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个钱到底哪儿来的？我替表哥借的钱。你替表哥借的钱啊？从谁那儿借的钱呀？哎呀，小玉，你这事儿能不管了吗？啊，有咱妈在那儿呢，这钱肯定能给咱要回来。你不跟我说是吧？我问妈去。小玉，小玉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你别生气，你别着急，啊！这钱，不是表哥借，是我投资失败，自己赔进去。房子也抵出去了，要是再还不上去，他们就要来收房子了。阮真真，今天这个钱你还也得还，不还也得还。嫂子有钱，我们就是把它接过来用一用。等我们有了，一定还他，我们一定还他。你千万不能再进去把这事说破了，小玉。啊，阮真真，今天不管怎么着，你都得把钱拿出来。你就说今天这个钱你到底还还是不还啊？你要真这么着的话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别来了，干什么呀？他不拿钱，我还不赶紧拿去呀？你快下来，快下来！你别这样，妈，你别闹了，回去吧。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想给我孩子积点德，行吗？我这不是也是为了你的孩子吗？你孩子生出来没钱怎么养啊？我得替你们讨回公道。皮尤刚骗你们的，那些钱是他赔掉的，不是表哥拿走的。你这孩子傻了吧你？我看过所有的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，怎么会是假的？哎呀，那是尤刚伪造的，他刚才亲口跟我说的。对不起啊，我替我妈还有尤刚向你道歉。Thank you.
完全没想到吧？不去想他们。今天不是要去车厂把车开回来吗？走吧，我去卧室换件衣服。你现在这样能行吗？能行啊，怎么不行啊？你是觉得我现在应该大哭一场，彻底发泄一下是吧？哭出来也没什么丢人的。如果哭管用，我想哭个三天三夜。可是哭没用啊，我为什么要哭啊？我不哭，我现在一滴眼泪都不想流了。陆阳出事，警察一定会先排查他的人际关系。你和他昨天刚刚见过面，这事儿一定瞒不住警察，他们也许会找你问话。我知道该怎么说。如果警察问你昨天都和陆阳聊了些什么，你怎么回答？叙旧呗，先聊了几句。如果警察再问你昨天晚上在哪儿都干了什么呢？能不能说我一直和你在一起？啊，是昨天晚上睡觉前。啊，不是睡觉前，是不管什么时候在一起，你只要提到我，警察都会来找我核查情况，然后就会查出昨天晚上我也去过停车场。最好找个别的说辞，最好别暴露我。对不起，把你拖进了不必要的麻烦里。月啊，喝口水不？月啊，来喝口水啊。月啊，你别着急，别生气啊，这对孩子也不好。说这孩子，你这个油缸，看上去老老实实，整出这么大个事儿来，这不啪啪打妈老脸吗？你爹妈没教育好，当初就说我看走眼了，我就不应该让你嫁给他。乖啊。你千万别生气，反正有妈在，妈给你想办法，听见没？啊！哎，出出出出！这边这边，哎，大哥，船，好，左一个，上去，好，漂亮，来一个，那边补一个啊！哎，这这这，谁呀？快快，来了吧，来吧，快快快快！来啊！来，这边这边，快上上上上！油啊！你不说你修好了吗？好，好吧，好吧，漂亮！办得怎么样了？你啥亲戚啊？啊？卖的人好几千万，吐点钱怎么这么费劲？
安慰我吧。大家都去准备自己的事情吧。孟大姐，阮真真留一下。好的，经理。阮真真啊，你已经是我们好再来饭店的正式员工了，这样没有干劲是不对的。看看你前面，像没有吃过饭一样。我知道你才出来上班要面子，但是你不偷不抢，正大光明的，你怕什么啦？我钱多多看好你。孟大姐，哎，帮帮他。好，帮我身上。好好学。哎，姑娘，我跟你讲，这首先呢，咱跳的好不好看不说，咱得投入。对，你看，比如说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还有这个切菜的，看着我，看我这手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来来，你来来，嗯，行吧，可以可以，来来来，好好跳，跳到 C 位，我给你发奖金。对对对，快发奖金，发奖金，来。有点力，这都不是第一次了，你看把我们家儿子打成什么样子了，还有你，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凶残，你孩子父母怎么当的呀，有你们这样的吗，这都不是第一次了，好好说，对不起啊，孩子太小他不懂事，对不起，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吗，好，妈妈，您先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咱们先冷静，谁家孩子被打成这样能冷静啊？我跟你们说，今天这事儿我跟你们没完，你们今天一定要给我个说法。对，没完，我还要到教育局去投诉你们。啊，依依，快，给浩浩同学道歉。我让你给同学道歉，你听到没有啊？我不去，我没有错。你听不听话？你听不听话，你听不听话，你干嘛，你又来干什么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打孩子，跟你没关系，你管不着，你给我过来，过来，给同学道歉，听见没有，我不去，我没错，是他先骂我，他骂我是杀人犯的孩子，就是杀人犯的孩子，你妈妈把你爸爸都给杀了，住嘴，哎，你神经病，打孩子干嘛，他又没说错，是他妈把他爸给杀了呀，说错了吗，哎，家长，你哎，你胡说，你妈才把你爸给杀了呢，哎，小屁孩，你长得揍我，哎，大哥大哥，再说一遍，哎，大哥，我和我们去那边好好商量，哎，这事跟你有关系，有关系，有关系是吧，啊，走，来，儿子，我看看，我跟你说，以后别跟这小姑娘玩，听到了吗？疼不疼啊？咱别管了，学过去了。爸爸，开门！再不开门我就报警了。你们都这样看着是吧？我连你们一起告了。
大哥，您请。老公，你怎么湿了？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刚才冲动洗了把脸，冷静冷静。赶紧让孩子给人家道个歉，回家冷静了。我怎么了？这让孩子给人家道个歉嘛？怎么回事？这怎么了？嗯，抱歉，说对不起。对不起。走。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说话呀？松手！喂，喂，老大，公司刚又打电话催了，让咱们赶赶时间。着急也没用，陆阳刚出事，警察一定会更加关注阮真真。这几天最好不要跟他有接触，不要自找麻烦。先去忙，我一会儿全都弄好了给你送过去。谢谢啊。不是，这么等着用呢？Which
的约定。